大家好，我是 Terry。今年6/28/29在富邦国际会议中心，我们会举办今年第一届在台湾举办的敏捷高峰会 Agile Summit。那今年除了国内的讲者之外，也从国外来了非常多厉害的讲师跟大神们。那我自己也会讲一场如何在企业内部使用大型 Scrum 的经验分享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，假如你也对相关的议程有兴趣的话，赶快去买票，因为可能很快就会秒杀了，好吧？那就我们6/28/29见哦，拜。